来到豪色的频道。鹅的新贴纸上线啦，还有大家万众期待询问度爆表的钛合金飘带已经大量补货上线喽。之前等很久没买到的朋友们，抱歉久等了，现在数量绝对够你们爱怎么买就怎么买，绝对没问题的啦。喜欢的话赶快去鹅的虾皮卖场看看喽。什么豪色的频道？乱讲话！乱讲话！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今天不是鹅的频道呢？因为今天的主角是豪色。我们今天要来兑现诺言，履行承诺。因为我们上上支影片是不是有讲说要让豪色受到残酷的惩罚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有没有办法，没有准备，准备语无伦次的啦，没有怎么准备好的问题，因为已经被逼了。对。今天只能接受这个惩罚。为什么要接受惩罚？事情是这样的，上一片也有讲说，就是他把我的三姨太太摔爆了，就是那个壳呢都已经断光光，他的脚位那整个右边断光了啊，因为他一直在摔右边，然后所以右边的壳已经真的撑不住。那左边应该是还好的吧？很好啊，左边还 好，对。但是右边整片断掉，所以他已经不是单换一片壳的问题，他是整个右边都不行。那他是怎么摔的呢？怎么摔呀？你要自己说吗？那是意外，那也不是我。第一次是去摘木瓜。对，第一次是那个不习惯在镜头讲话。第一次是刹车刚好有问题，所以他没刹车，所以那是木瓜暖胎圈就没办法刹住，就出去了。所以那时候是完全没刹车。对对对，是完全没刹车。可是你前面在骑的时候，它是有刹车。它是我卡钳好像太脏，卡钳卡住，所以你那个总共捏的时候是有压力，可是卡钳推不出去。就没办法夹，但你怎么捏它推不出去？感觉对，反正就是捏，然后可以捏，但是它刹不住。对，然后它就直接直冲秀进去那个。对，我就直接冲进木瓜田。它就直接飞到，它飞越山丘。越过山丘。人直接不见。飞越山影太太，然后直接滚到田里面去撞到田里面。我直接离开 K 外啊，我直接到隔壁的田里面。直接到田里面去。然后呢，隔了一个多月呢，它又再次的跌倒，然后这次是高速跌倒。但是又是自己的问题。第一次是没刹车，对。第二次是自己的问题，一号弯射出去，对。每次都是高速射出去，因为这两个摔车的地点都是 K1 的，一个是大直线，一个是小直线，所以车速都蛮快。那第一号弯也是我觉得很恐惧的地方，你摔的方式都是让我更恐惧的摔车方法。人都没怎样啊。不是，是你那个第一次摔车没刹车，听到你没刹车之后，我整场那天整场我都在想。如果我这个速度全油门，然后没有刹车，我会怎么办？平常呢，我骑车就是脑中都是想着摔车、摔车、摔车、摔车。这种意外不容易出现啊，还是有嘛？没有几个人会那么倒霉，刚好卡钳卡住这样。我觉得不好说，因为车子常常在骑，常常在摔。重点就来了，讲了这么多，我们的处罚呢，就是帮我们的豪色骑的这台姨太太，因为现在三姨太太都是他在骑，就是帮我们的三姨太太换一套全新的车壳，听起来很棒。对对。那这辆车壳呢，它也是有来历的，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，我们在荣展，就是淘宝那个荣展店家买了很多副厂壳，然后也推荐大家可以考虑这个副厂壳的选项，因为它真的便宜，品质又好。然后老板呢就认识我们，因为那时候就是介绍给大家，大家就跑去跟他买，然后荣展老板就被买到，他就问说，哎，你们到底是哪里来的？然后他说，哦，我们看了我的频道，然后就知道我们，然后结果他跑到我们频道里面去留言，我超傻眼，超级震惊。我想说，哇，荣展，他就很开心。然后爬山壳两千多块就有了。对，我们上次在买那套白色车壳的时候，老板就已经认识我们，因为前面就已经买过很多次。然后那时候呢，他就问我们说，哎，我刚好这里有一套爬山全车烤漆完装非常完美的车壳，你们要不要？然后我想说，这么好看，我当然要。但是。这辆车壳的烤漆真的很完美，真的很漂亮。烤漆技术很好哎。对，而且老板说这套
壳呢，本来是要卖别人，它是客制化的，但是这个客人他觉得很拘巴，然后他就不爽卖它。很有个性的老板。对，然后但是这套壳他留下来，因为真的烤得太漂亮了，他舍不得。然后他就说，可是他自己又不骑车，然后他用不到这套壳，他也不想卖，所以他就说，就是你这么常摔到，那你要不要这套？那老板的杰作哎。对，我告诉你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它拆下来，放着好好的，不要让它受伤，物尽其用，因为它真的烤得很好。壳买来就是要用，然后呢，我告诉你，这真的是太漂亮了。来，我们上照片看看它的真面目。装上去呢，整个 K 完单圈增不是增加，减少三秒。不会啦，怎么讲没有差、啊？因为大家看到你是全场焦点，看到你都在让，所以是别人会减变慢，就影响别人的壳这样。自带 buff， 超漂亮！你知道我给这一套壳取了一个名字叫做“电光炫彩粉紫闪橘色”，什么奇怪的名字，不会人记起来。我等一下再去问圈，看有没有人愿意骑这台三一台，但大家就是，大家每个人看到他的反应就是哇，厉害！师傅、啊，你要不要骑我们的阿三？这样你就有车骑咯。我看起来是尺度这么高的人吧？那个尺度不高了，你下去就会跟他合为一哦。行啊，我要给我一点尊严。被拒绝了，没有人要骑他。你可以骑一下我们的阿三吗？先不要，尺度太高了，没办法。女生都有尺度啦，好，忘记你是女汉子啊，不是。被众人拒绝了，阿三，三姨太怎么办？我今天一定要问到一个愿意骑三姨太太的人，请问一下，他是你的男朋友吗？对。那你可以接受他骑电光炫彩粉紫的车吗？你的很适合烧包。那他可以骑电光炫彩粉紫的车载你吗？载我吗？啊，我考虑一下。你愿意把你的车烤成炫光电光炫光电彩粉紫吗？我拒绝。你可以问问他。请问你愿意让我把你的阿鲁烤成炫光电彩粉紫吗？不要，不要。请问一下，你愿意把你的车烤成电光炫彩粉紫吗？说像三姨太那样吗？是的。那很漂亮啊，那超漂的。不要说干话哦，真的要烤哦。我要找白色回来烤，可是我想要红色，然后变紫色那种。真的假的啊？大酒红色。大酒。真的不够下巴。不够下巴。听到没有？下次烤成那个桃红色的好了。这边，每个人来都说这车很恶心。谁？还有谁？其他学生，每个来都说这车很恶心个屁哟、哦！这么漂亮，对，好适合我。看我们的母，是母羊座，母羊座，金牛座摔不烂的金牛座。好热哦，不用下场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哦，哦，你都不知道我考选手证的时候多热，哎，这天气很舒适，我去年考的时候多热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还有冷气团呢，对。感谢我们的龙展老板送我们这套壳，然后我们会好好的利用它。这就是我们豪舍严酷的惩罚，他已经深深的感受到羞耻。哎，装好，昨天拉第一次把它拉去 K1 试一下，因为刚装好嘛，总不能刚修好就被羞辱了。被谁羞辱？哎，你怎么换这套壳？太骚了吧！我们昨天先去 K1 练车，然后今天来安定，明天要考。每个人都跑过来看。
然后每个人都不愿意骑。他们都说：“我靠，这个太骚了。”然后没有人愿意骑这样。然后今天来安定呢，嘴巴讲很好听的、啊，每个都不愿意骑啊。我觉得刚刚他下场去练骑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。就我一想到，容易找到他，好处就是不会找不到人。对，我刚刚很容易就找到他，然后场上的人很多人在看他。这呢，我的目的达到了，就是成功跑上。然后他也实际的感受到羞耻感，所以以后他对我的三姨太太更好，更爱护一点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在安定呢，陪我的学弟们还有豪社来这边练习安定的赛道，熟悉赛道的骑法跟路线这样子。对，那明天他们就是要考选手证了，希望他们明天考到顺利。然后明天我们一样会拍一下豪社考选手证的过程，他会不会过呢？嗯，一定会过啊。路考是会啦，不用自己。他如果没有过的话，我相信场上会有很多人不过。目前最担心的就是他的笔试，到底会不会出岔子吗？明天就知道了。那我们就下期里面见，明天里面见，拜。请问大家这套车壳的惩罚够力吗？有诚意吗？你喜欢这套车壳吗？看清楚我们的三姨太太，我觉得我其实蛮喜欢的。其实已经被他洗脑了，你看越久越能接受他。哦，所以你就真的其实蛮帅的。所以你现在觉得其他也没有感觉了？就这样了嘛，还能怎样？就是要接受啊，就这样了嘛。